你要带偌济查某人回去欢喜快乐，那是恁家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上无你眠床爱换，你房间顶世界第二大眠床，温香袂歹。你竟然让伊顶眠床顶面睏其他的查某人，你，妈，我敢有讲唔对？你敢讲你房间顶眠床唔是温香袂歹？各位，叶少强无话头讲啊，继续登上去，我头做一走。你是老师阿伯啊？阿伯，今日讨不一个公道，我绝对不走。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想无对阮小妹哦，讨一条赡养费。婚拢已经离啊，今麦差这敢有意思？是无啥意思啦。为着老阮小妹已经写委托书啊，委托我去按您身告。等待判决落来，阮爷叶少强，若无对判决结果照片照镜，伊名下财产真紧就查封了。先生，较清楚，卖过一遍。你小妹阿公哪么无够？谁弄你的头壳？会当这么无清楚啊？你若是跟伊做伙乱，对你一点仔好处都无。姐，我知影你甲曹倩是老朋友，你无想要拍歹关系，所以你才一直吞忍。啊，不过对付曹倩这种人，根本就无需要客气。伊会留伫咧遮的原因真简单，就是因为得袂着你。你对伊愈好，伊就愈畅秋。我问汤家玲，你想我卖去新义面头前讲我歹话？我讲的是老实话。你根本就是一个活在咧家己的世界恐怖情人，你认为心仪的目睭内底只会当有你一个人，所以就算你小妹做唔对，你也是坚持要来这乌白乱。连迄种眠床的小事，你嘛会当提出来讲？小事？同意。啊，无来看，只要跟红阿母之间有关系的代志，拢算大事。曹静，这是曹凤妹的面子，我顺手跟你讲啦。曹凤自从嫁我了吼，阮叶家唔捌回来过一点钱，啊，连水电的钱拢是哦。啊，你拄则讲什么世界顶级大名床，啊，就一定啦。各位媒体朋友，这吼根本就唔是什么世界顶级大名床啊，这只不过是拍卖网站顶面有咧卖上面啊。阿信啊，啊这张眠床你若真要宝贝，你就搬转去。啊，不过恁曹凤交阮叶家不干的相婚女女，还可能赡养费啦。嗯，我一千五银嘛袂好用。信，你看这人，比明个变色同款紧，以后若无爱你，同款安尼对待伊，你敢要继续跟伊讲？这是我最感情的表态，不是选择。我是实在少强到今嘛，我看到拢是伊的好。不管将来我甲伊是毋是有结果，我拢袂选择你啊！哎，别冲上！哎！